警示灾难已临头了，警示的觉悟有没有抬头？他们都为了我们的那个居民，对吧？都不怕的，我做这一点点。你们健康了，我们后方才会平安。除了进行简单的消毒水，我还收到了一个祝福包。虽然这个天气很冷，但是我的心里面很温暖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您辛苦了。蓝天白云，在那里送的热食瓷器呢，这一二十人分成了几个段，几个地方去送。需要运送的货运行愿意动派车，也要有这样的爱心的司机愿意开车来运送。这在现在啦，说来是非常不简单，是很伟大的菩萨行，不只是慈济人愿意这样的投入，这都是人间呐、啊、绝有情。在这个时候，人人自危，却是有这样的勇敢，这勇于承担呐、啊。这不就是吗？很令人感动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这次疫情，也充分展现出素食的好处。所以这样呢，我们向全社会，向我们员工的每一个家庭都推广素食行动。好，我们祈愿这一波的疫情赶快控制下来，祝福人人平安吉祥。要很轻松，可以不是那么的花瓷器，可是它里面呢，却是蕴含着我们很深的期待，那就是全素。人人面对了这一波，大家要严谨的对自己好好的严守规则。2020让爱苏醒，戒就是守戒，慎就是要谨慎，唯有慈哉就是如树，有了树才不会去杀生。所以我们呢，一定要重视这一环，因为病是从口入啊，口只贪呐、啊，那几秒钟的口味感觉。那大家假如啦，能从口解约。约束自己，我们现在唯有呢，人人要有这一份的持戒的情操在，那是内心的虔诚，能这样子的虔诚，下定决心
祈求天地之间免灾难。